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啊！我哋今日又开始呢个网上嘅释经嘅讨论会。咁我啱啱咧就系回应紧一个姊妹嘅问题，就系关于我自己点样收到神嘅信息。我点样收到神嘅信息？我哋点样收到神嘅信息咧？我咧就分享咧就系话我咧系好多时咧嗱我。是没有听过神的声音的，我本身是没有听过，但我认得不同的人，他们都听到神的声音的。我是收到意念呢，多数是教导。有时有些处理事情的意念都有啦。咁亦都当然有时，譬如我需要向一个人道歉或者做错啲嘢呢，咁神是感动我呢，咁呢个就好清晰嘅。即係话譬如有啲嘢我做错咗，我应该要道歉，咁呢就会圣灵一路跟住我，一路感动我嘅，呢个係好清晰嘅。咁教导呢，讲到领受教导呢，我係好多时呢係喺度写作嘅时候，一路写嘅时候呢，神嘅意念俾我，咁我点知系神嘅意念呢？第一就系腓律比书二章十三节嗰度话咧，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佢嘅美意，即系圣灵喺我哋里面运行，叫我哋有神嘅意念啊，叫我哋咧能够即系收到神嘅意念啦。佢其实好多时亦都系圣经讲到你们立志行事，即系都系我哋立志嘅，同埋我哋做出嚟嘅，即系个过程我哋有做。但是其实是圣灵在运行叫我们做出来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的意念呢其实都是出于神的。譬如说会悔改啊会听神的话遵从神去传扬福音啊很多时都是神的意念神感动他所以他产生这个意念。而我讲到话有很多的意念神给我呢就是即是首先就是以前我没有那些教导的。即系以前我未有咁多丰富教导，其实喺我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咧，我都仲系即系当时嚟讲未收到而家咁多嘅教导嘅。咁我就其实系呢十年左右咧系特别多嘅。咁呢十年左右咧就系我收到关于轻松得胜啦、处理生命啦。咁当时因为在教导的时候呢我就讲到首先建立同神关系，咁呢个神亦都教我啦，呢、这个灵与魂心呢、这个心灵诚实敬拜，就是呢魂呢包括思想意志感情，咁呢个都是有啲人讲嘅，但是呢我就冇听过人又将呢样嘢联系到祈祷啊。我就会諗到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咁我哋嘅思想点样祈祷呢，点样整个心爱慕神呢，思想认同神是最好嘅。同埋意志决意跟从神，同埋咧整个感情，咁呢样嘢感情更加我系冇乜听到人讲呢样嘢嘅，即系感情里面去敬拜神啊、爱神啊、欢喜神啊咁。咁我系即系会收到呢啲咁样嘅意念，咁有呢个教导啦，譬如话点样用个灵去爱慕神，都系我自己做啊，做嘅过程，咁我尽量将我。但这个过程呢其实神又带我，我又自己又去追求的。因为我在初经历圣灵的时候呢，我一祈祷呢，一叫耶稣回家，一叫耶稣即刻有能力流过，即刻会身体会震动。咁我说哇真的好啦，而家祈祷呢有反应的，即刻有反应的。咁我就留意我个心是做啲乜嘢，然后我会经历到那个震动。咁我就发觉找到就是用个心灵的深处去爱慕神。咁呢样嘢呢我经历咗之后呢即係初期都系唔系即时做到嘅。初时有时做到，有时又做唔到，又跟住我又投入又做到咁样。咁我就一路去将佢分辨系乜嘢。咁呢个过程系神教我点样能够恒久嘅时时用个心灵诚实敬拜。咁我系真系后来系好稳定咁做到。咁呢个都系神教我嘅。咁同埋处理生命呢，因为遇见好多人有问题，咁以前呢我都唔识得点样帮人喺呢方面，以前亦都冇呢啲教导嘅，喺呢十年左右呢，咁呢就好多人揾我各样嘅情绪问题啊，咁同埋俾人影响啊，咁呢喺呢个过程中我就领受到呢啲嘅教导，咁就将佢系统化呢就写成轻松得胜，咁个过程一方面写啦，一方面就係神呢喺度俾我一啲意念嘅，咁
即系话个过程咧，神有时透过我写书嘅时候，俾意念我啦；有时系透过喺讲道嗰时，一路讲紧时，忽然间有意念弹出嚟。我有时有啲好好嘅例子啊，或者有啲好嘅方法去解释一样嘢咧，都系喺我讲道嗰时弹出嚟嘅。咁有时咧就系我回应人嘅时候，有人问我啲问题，由我回应嘅时候咧，就有啲意念走出嚟。咁即系。我就会话嗱，呢啲意念我以前系冇嘅，冇亦都冇咁系统化咧，将所有教导好简单讲出嚟。我哋基督徒跟从神、遵从神、侍奉神嘅动力，咁我好简单嘅四点写出嚟，轻松德胜五部曲，好简单五点写出嚟。咁呢个都系神教我点样处理生命意。第一就系呢啲教导我都冇听过人有讲过啦，我以前又亦都冇啦。咁亦都呢啲教导又好简单，好容易应用啦。咁我就觉得系神喺个过程中教导我，俾咗一啲新嘅意念我咯。咁呢个就系我分享即系呢个，其实呢个都系一种恩赐啊。就系话嗱，属于系可以话智慧言语啦，即系一个智慧点样处理生命啦，亦都系属于先知性，即系某程度，即系神启示一啲真理俾我，等我。能够讲出嚟，咁我谂多啲系智慧嘅言语嗰方面咯。OK，咁啱啱我所回答有冇回答到？答到啊，唔该你啊。OK，好。嗱，咁我哋今次咧就系讲到咧，应该系讲到咧系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嘅恩赐。咁咧就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就今次简短讲，听日再继续讲嘅。咁其实医病咧就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呢个权柄嘅，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喺马可福音十六章嗰度十七节嗰度话咧，信嘅人必有神迹随着佢哋。然后跟住十八节嗰度就讲到咧，就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基督徒个个都可以有呢个恩赐嘅，都其实有呢个权柄。咁不过咧，恩赐系有强有弱嘅。有啲人真係好强好强嘅恩赐，有啲人呢係个恩赐係冇咁强嘅。咁呢个恩赐呢，我哋点样能够去发挥，点样运作呢？咁就係我哋建立同神嘅关系，同埋有信心呢，就会嗰个果效大好多嘅。有信心同埋呢帮助嗰个被我哋服侍祈祷嗰个人都有信心。同埋呢，如果个群体整个群体係投入祈祷呢，是那个能力是更加强的。那我其实在有不同的情况为人祈祷啦。那我发觉有时我去宣教的时候，因为那些人呢，有些人比较单纯啊，渴慕神啊。是即是我有时我试过叫他围圈祈祷啊，一起祈祷，然后我一路带他祈祷啦。是即时那些人很强烈经历圣灵的，是很感动啊，又喜乐啊，又喊啊。又在圣灵之下跌倒啊，即是很多这样的现象发生的。咁亦都在那些情况呢是特别多医治的。咁同即是说在有些情况我们为人祈祷，那个人呢又未必很投入，只是被动地想我们为他祈祷，那果效是不同的。咁所以我在为人祈祷的时候呢，我很多时候就叫他不要注目在他的病。咁我亦都祈祷呢，我就不是同佢讲佢嘅病为主嘅，我系帮佢去爱慕神，相信神嘅爱，一路感激耶稣，爱慕耶稣，亲近耶稣。所以咧，我带佢祈祷嘅时候，我多数喺度话：耶稣你真系好啦，感谢天父，多谢耶稣，耶稣你真好啊！我系将佢嘅注意力带到神嗰度，当我注意力带到神嘅时候咧，神嘅工作就更加大。咁譬如库尔曼啊 ，Catherine Kuhlman。佢系好强烈呢、这个医治嘅恩赐嘅，咁咧就有一个人叫Robert Liardon， 咁咧佢系写一本书咧叫做《God's Generals》，就系讲到神嘅将领啊，系讲到好多不同嘅系喺圣灵恩高之下服侍嘅人，咁其中咧就系、是、有讲关于Catherine Kuhlman 库尔曼。咁亦都有影片嘅，喺网上有影片嘅。咁佢讲到佢嗰个医治，佢话佢亲眼见到咧，就系佢细个嗰时 ，Robert Liardon 细个嗰时参加 Catherine Kuhlman 嘅聚会咧，就见到咧有一个修女进入个会场，系有其他修女推轮椅推佢入去嘅。
咁、那个修女咧手系卷曲嘅，啊脚唔行得嘅。咁咧，但系 Catherine Kuhlman 咧就会带啲人去敬拜先嘅，投入去敬拜。咁呢个就系带领人进入神嘅强烈嘅同在啊。咁然后到咁上下咧，佢就开始带领祈祷啦，带领啲人去祈祷。咁然后喺个时候咧，就开始有啲人喺台下就话得到医治。咁啊，即系呢个方法咧，就即系佢就好多时都用呢个方法嘅。咁而当时 Robert Sliaden 就睇住呢个修女咧，只手本来卷曲嘅，忽然间嗰啲骨听到啲骨嗒嗒声咁样，咁咧就慢慢伸展，一路变咗手可以直翻。然后咧佢仲喺度起身添，咁其他修女就帮佢起身啦。起身之后咧仲喺度行，咁结果咧就 Catherine Goodman 就叫佢上台嗰度。就呢个其中一个啊，即系喺 Robert Sliaden 见到嘅好明显嘅一个好神迹性嘅医治，就系、是、Catherine Kuhlman 嘅聚会系有好多好多呢啲嘅啊见证嘅。咁另外咧，我亦都喺网上揾啊 Catherine Kuhlman 嘅医治嘅见证啦。咁我见到有一个妈咪同佢两个女咧，都系有严重嘅关节啊同埋脊椎嘅问题。咁佢哋咧当时参加聚会咧，就只能够坐喺好高，即系佢哋通常用啲运动场啦，好高嗰啲凳嗰度，好高嘅地方，好远嘅。但系 Catherine Kuhlman 就指向嗰度，就话咧，嗰度有人咧，系佢有腰啊呢、这个啊啲关节嘅问题啦。跟住咧就跟住佢哋三个就企起身啦，就即系我哋系有呢个问题。咁然后咧就佢哋亦都喺嗰笪地方经历到神嘅能力嘅喺。神嘅能力之下跌倒，同埋咧就经历到医治，咁佢哋就喺啊网上有见证嘅。咁当然呢啲即系呢啲见证都系好耐之前已经摆上网噶啦。咁即系我哋睇到原来咧神嘅医治系可以咁强力嘅。咁我哋点样可以更加有呢个医病嘅恩赐咧？第一就系放胆为人祈祷啦。啊，就同埋好紧要就系我哋自己爱慕神啦，深信神嘅爱，好投入地祈祷啦。又带领人好深信神嘅爱，深信神嘅大能同埋医治，去祈祷就个心里面唔好质疑神，神啊点解咁耐都唔得医治啊？即系喺任何情况，我哋都唔好质疑神。我哋时时总系正面去睇神，因为神系永远都系正面嘅。我哋质疑神根本就喺度怀疑神啊，即系唔做佢应该做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对神嘅质疑，因为神永远都系爱我哋，佢嘅爱系超乎我哋所想所求，点解我哋会去质疑神呢？但系好多人喺个过程咧，就会质疑啊，又会担心啊咁。咁其实我哋个心里面就谂住神系好想医治，神系有能力医治，神系好关心我哋嘅。个问题就系我哋有冇投入，我哋有冇信心？咁亦都有时即系有个问题，点解有啲人都会一样啊唔得医治，或者系点解啊保罗佢都话佢初次传福音去加拉太都因为佢有病。提摩太类似患病，咁啊，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呢？咁我哋只能够话，我唔能够解释到，但系神系有呢个能力嘅。咁佢点解几时会医病呢？我哋唔知道，但系我哋好明显睇到，当聚会啲人投入，而嗰个聚会咧，有时咧比较大嘅聚会，而嗰个聚会啲人唔系混乱，系而系投入祈祷咧，嗰、那个医治嘅情况系比较多嘅。咁所以我哋都。尽量可以为人祈祷嘅时候咧，系整个群体一起投入祈祷。咁同埋咧喺聚会嘅时候咧，都帮啲人咧投入祈祷咧。咁神嘅工作会更加强，神嘅工作更加强嘅时候咧，系会更多见到人经历圣灵啦，更多见到啊神嘅更新我哋生命啦，神嘅能力流过啦，同埋见到人嘅得医治啦。咁呢个都系点样能够进入神强烈同在嘅？恩赐嘅运作啊，系会见到更多医治，同埋咧灵命更新，啲人会委身跟从神。但系好重要一样嘢，我哋要明白，医病唔系个目的。喺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嗰度讲到，用神咧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嘅道，个目的始终系证实神嘅道，同埋咧帮助人去全心信靠神嘅话语，跟从神嘅话语，遵从神，侍奉神，呢个系神嘅目的嚟噶。OK， 有冇人有问题想问啊？关于医病嘅恩赐，OK， 想问一下咧，即系医病嘅恩赐系咪可以透过操练都可以获得嘅？
嗱，第一我哋先讲就系、是、个个基督徒都有权柄嘅，因为信嘅人必有神迹随咗佢哋。咁所以咧，个个基督徒都可以有医治，就有医治嘅恩赐。不过个问题是少定多。咁而当我哋想建立更强嘅医病恩赐嘅方法，就系啱啱我所讲啦，就系、是、多亲近神，同埋咧自己学灵嘅祷告、心灵嘅祷告，时时咧从整个心灵爱慕神，亦都带领人时时咧从。啊，即系被祈祷嘅人咧，都投入爱慕神。咁所以喺我哋嘅聚会咧，我哋都尽量叫啲人一齐开声，一齐爱慕神，投入嘅爱慕神嘅时候咧，神嘅同在会更加强烈嘅。咁啊，学习呢种集体祈祷、投入嘅祈祷，咁啊，即系神嘅工作更加强。譬如好似我哋呢几次聚会，都有人啊即时经历喜乐。咁我哋你即系啱啱呢位讲说话嘅姊妹，你都几次都经历喜乐啦。咁另外有一个咧，上一次我都问佢，我话咧佢又开始喜乐。我话叫佢从个心里面叫出耶稣，放松嘅人，哈利路亚，佢即刻喜乐。咁我问佢，佢话佢好耐之前有，但已经好耐冇啦。但系上一次嘅时候咧，佢一投入整个心灵爱慕神啦，呼叫咧即刻有喜乐出嚟。咁呢个都系因为喺个聚会里面神嘅同在强烈啦。在这些情况之下，神的医治是会更加强烈的。那也都是放胆为人祈祷。譬如有人需要医治，最好有几个人是都是投入祈祷的，一起去祈祷呢。那就带领那个人都是投入祈祷呢，那个医治的机会比较强。你跟那些非基督徒那些呢，他不会投入去敬拜的吗？哦，他因为他的病的缘故，他都会即系我会咁同佢讲啦，嗱，神系好爱你嘅，咁我会同佢讲，叫佢悔改信主先嘅。即系佢因为佢嘅病痛嘅缘故，有时佢话好啦，我愿意啦，咁样佢会愿意求主耶稣赦免佢嘅罪，我会带领佢真系为佢嘅罪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咁然后我就话嗱，你成个心感激神，神系好爱我哋嘅，我哋由自然界睇到神嘅爱，啲食物咁多好嘅食物，我哋身体其实好多次有病，我哋自己都。能够医治好，因为我哋身体本身有呢个恢复嘅能力。咁啊，神咁好，你就全心感激神，中意神咁样嚟到祈祷啦。咁样，咁同埋当佢一稍为好少少咧，譬如按手祈祷即系好少少，我即系话嗱，你多谢耶稣，越多谢耶稣，神嘅能力越大。咁呢样嘢我都系多次咁样做嘅。有一次咧，我有一个聚会咧，有一个人我一入去嗰个聚会啊，佢就喺度嗌，系痛到嗌啊！咁我喺度讲信息嘅时候，佢都系嗱，佢就唔系不断嗌，不过总之一阵间又嗌啊，一阵间又嗌啊，即系好痛咁样嘅嗌。咁我到服侍祈祷嘅时候，我如果我一同佢祈祷就要一段时间，咁我就冇为佢祈祷先，有其他人为佢祈祷，我就为其他人祈晒祷，然后先去佢嗰度。咁我就亦都叫佢嗱，你投入放松，爱慕神，相信神爱你。咁我同佢祈祷咧，咁我问佢，我话你而家觉得点啊？佢话痛咗少咗，佢初头嗌啦，佢话。啊！见到佢冇嗌啦，佢话痛咗少咗。咁我话嗱，你痛咗少咗，你多谢耶稣啦。咁佢就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嗰痛咗更加少。我话你即刻上台分享啦。佢上台分享又系冇嗌嘅。咁呢个咧就系话，当佢有稍为改善，我即刻用呢样嘢去帮助佢去感激神。咁佢即时咧，佢当佢感激神嘅时候咧，神嘅医治更大临到佢身上咯。咁、okay. 如果嗰个人即系嗰个专注，其实佢都系想得医治，但系又未必系真系接受耶稣啊咁样，咁啊咁变咗佢嗰人所得嘅医治可能好局限，系啊，即系好似阿牧师之前讲话，即系可能舒缓下佢啊，个黑子舒服啲，但系时候又根本就冇咩特别嘅医治，都系会咁样咯。系啊，但系咧我就会咁嘅，我就会喺嗰阵时趁嗰时候，我就话你睇到神咁真咁好。你以往信的那些偶像会不会这样做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神这么真这么好，你会不会真心去信靠他呢？而我们知道神就是圣洁的，拜很多其他偶像 的人呢，他们一路拜一路可以去赌博，一路家里闹交，他一路呢偷钱，一路嬲人，他都没有悔改的心的。但是神呢是圣洁又慈爱的，他 是一个很完美的神。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真心悔改？即是我们想人真信耶稣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帮他看到他的罪，也都由我们的罪开始讲的。我们都试过又发脾气啦，闹人啦，得罪人啦，贪心啦，贪钱啦，
或者甚至偷窃啦，啊，其实多数人喺小朋友嘅时候都试过偷嘢嘅，咁咧就即系我哋做过好多唔应该做嘅嘢，又冇敬拜真神，咁你愿意为到呢啲罪每一样嘢，每一样嘅罪悔改，求主耶稣赦免你啦，咁你可以得到永生喎，嗱，今生神会祝福你，来生你可以得到永生，即系我就会趁喺佢当佢有时见到其他人得医治或者其他人经历圣灵。或者佢自己稍微有改善嘅时候，我就会话俾佢听，啊，我就呢个经历圣灵暴露法，嗱，佢经历到神嘅平安轻省，咁我就话神咁真实啦，临到你身上，咁你就感激神，你就欢喜神，你就多谢神，咁神就同埋真心悔改，神就会更大临到你身上，你想唔想啊？咁，即系我总系咁样，啊，来来回回咁帮佢去感激神，同埋真心悔改咧，佢嗰个信主嘅程度会更加真实啊！其实我哋带领任何人悔改信主都系嘅，即系唔好就啊，你跟住我讲啦，咁啊就当咗佢一定系信主。有时人系只系敷衍嘅啫，咁我哋系帮佢清楚知道人嘅罪同埋罪嘅后果，永远嘅刑罚。但系神咧系唔想我哋进入地狱嘅，神想我哋有永生嘅，系非常美好嘅，系而家今世我哋都会享受到大自然嗰种舒服。喺神里面咧，我哋经历到神嘅平安喜乐。咁而我哋信耶稣咧。亲近耶稣圣灵充满，更加会经历到神各方面的祝福我们的，那你想不想呢？这样即我会这样做法，即有时疾病反而是一个方法帮到一些人真心信耶稣，不过也有些人呢一样有的，不过比例可以高一些，即在人有疾病或者痛苦的时候呢，他譬如忧伤，我们祈祷他立刻平安轻省，那么由我们就带他信耶稣，你看耶稣立刻帮你轻省了，是不是很好呢？咁佢见到咁好嘅时候，咁佢嗰个跟从神嘅心就会强咗啦，即係话耶稣可以医好我嘅忧伤喎，咁样。咁我哋就一起祈祷下，我哋多谢天父，神真係好好嘅，耶稣真係好好嘅，佢呢係满有能力医治嘅能力，佢满有怜悯，佢好关心我哋，好想我哋呢活得喜乐平安嘅，我哋一起啊可以放松嘅人企喺度投入嘅祈祷，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感谢耶稣，耶稣你真好啊！啊，哈利亚，多谢天父，感谢耶稣。即使喺网上嘅祷告，如果大家一齐投入咧，亦都大家会经历神更多嘅。其实我好多次喺电话同人祈祷咧，嗰啲人都有经历圣灵嘅。咁我哋而家呢一阵，如果我哋一齐，都投入去开声祈祷，投入去感谢神，欢喜神咧，神嘅同在可以更加强烈嘅。如果你大家愿意咧，你可以开咗麦，一齐开声。咁虽然会好多声音啊，不过唔紧要啊，即系好似我哋喺聚会里面咁样啦。大家可以开咗个麦，然后你一齐跟住我咁样去多谢天父，赞美天父。你可以譬如我唱嗰啲歌，你一齐唱啦。呼叫耶稣一起呼叫啦，咁神嘅同在更加强烈喺我哋身上，我哋都求神咧，而家即时咧带嚟一啲嘅医治。嗱，大家可以嘅话，你开咗啲麦啊，开咗啲麦咧，就一起跟住嚟祈祷。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主耶稣，感谢天父，天父真好啊，天父真好啊，我哋欢喜你，我哋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嗱，我哋都可以守望自己嘅患处，如果有身体唔舒服嘅，守望自己嘅患处，一路感谢神。但系个注目就唔喺个病嗰度，注目喺神嗰度，注目喺神嘅美善。多谢天父神啊，我哋全心感谢你，我哋全心欢喜你，我哋欣赏你，有神万事足。哈利路亚。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我哋唱下。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释放我，恳求圣灵融化我心，恳求圣灵改变我，
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释放我，恳求圣灵融化我心。恳求圣灵改变我，多谢天父多啊，谢天父，多谢天父，我哋享受你，我哋享受你，真系享受神嗰放松晒你啊！神啊，我哋享受你，我哋多谢你，我哋感激你，赞美你，主啊，我哋欢迎你，我哋欢迎你。我哋感激你，我哋中意你，神你真好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多谢天父，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我有这喜乐，主耶稣赐给我，我哋唱下。我有这喜乐，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啊！主耶稣赐给我，被世界所赐，被世界所垄断。嘿，哈利路亚！哈，我有这喜乐。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哈哈，主耶稣赐给我，被世界所赐，被世界所垄断。嘿，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啊，多谢耶稣。嗱，我哋可以呼叫出嚟，从个心灵呼叫出嚟。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欢迎耶稣啊！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天父，感谢天父，神啊，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感谢你，赞美你，多谢你，神，我哋欢喜你，我哋欣赏你，我哋中意你，主啊，求你彰显你嘅大能，彰显你嘅慈爱。彰显你的权柄，神啊，有你万事足，神是最美善的，求主施恩在我们生命中，医治我们，带来祝福，多谢天父，我爱你啊，圣灵啊，多谢天父啊，耶稣，赞美耶稣，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哎呀。赞美耶稣，我爱主。赞美耶稣，主耶稣，我哋可以喺你嘅里面享受你，我哋可以今世享受，永远享受。我哋谂到将来去天堂几好咧，我哋就开心快活啦，哈哈。系啊，我哋越咁谂到天堂越开心咧，越容易喺今世有喜乐。啱啊！谢天父，多谢耶稣，喜乐嘅恩赐系好好嘅。当我哋有呢个喜乐，我哋要保持，多祈祷保持，等我哋咧时时祈亲到都有喜乐。多谢耶稣，感谢耶稣，欢喜耶稣，欢喜天父，天父你真好啊！我哋欢迎你，我哋多谢你，我哋欣赏你，我哋欣赏你，我哋享受你，我哋中意你。欢迎主临在我们当中，欢迎耶稣临在我们当中，欢迎耶稣临在我们当中，求主医治我们。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大家使用个心叫出嚟，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天父，主耶稣，多谢你的大恩大爱，多谢你的大恩大爱，我们享受你，我们喜欢你，我们欢喜你，我们愿意日日都活在你的同在之中，日日陪住你，日日同你一起，就好像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啊，我们与你同行，一路与你同行，日日同你同行。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哦，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我哋真系幸福嘅人，我哋有神系好幸福嘅，我哋可以日日享受你，可以经历到神你更多嘅医治祝福。神啊，求你同我哋一齐帮助我哋信靠你，信靠你，信靠神真系美善嘅，信靠神系最美好嘅，我哋就全心信靠你，全心仰望你，感谢你，赞美你，欢喜你，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我们欢喜耶稣，享受耶稣，享受天父，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哦，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感谢天父，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多谢天父，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了，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了，有没有经历圣灵更多，有没有经历任何的医治，如果有的可以分享。是啊，叶牧师啊，你教我一路跟住。我们现在分享呢，就大家熄翻啲麦啦，咁呢就只是分享那个讲，咁但是呢鼓励更多人讲，好啊，你继续啊。我呢就跟住你啦，赞美耶稣，感谢耶稣啦。咁你叫我按住，我个膝头哥有啲唔舒服的。咁我按住咧，咁一赞美耶稣咧，好似咧个膝头哥而家轻省咗。感谢主啊！多谢耶稣。系啦，医治咧，有时系局部医治、部分医治。咁我哋发觉，咦，祈祷嗰时会部分医治，咁我哋咪多祈祷咯，成日都多祈祷，咁个医治就越嚟越强啦。多谢耶稣，好，感谢主，荣耀归俾主，多谢天父，哈利路亚。仲有冇人想分享啊？我自己都分享，因为我在个即大腿那里呢，那个肌肉呢有点冤的。但是呢我现在祈祷过程一路企在都没有觉得冤的感觉。所以呢即这个是可以是一个完全医治啦，或者是一个局部医治啦。我都感谢神，多谢天父，神的工作是美善的。还有没有人分享啊？或者平安喜乐啊？诶，牧师啊，我都分享一下，因为我头先祈祷条颈有啲唔舒服，按住咁样祈下祷就而家好舒服好多，感谢主。感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哈。嗱，我哋分享都系一个荣耀神嘅方法，都系咧神喜悦嘅，神又会祝福嘅。好，仲有冇人有其他想分享嘅，或者心灵上？咁啊，谢先啊，听到都有姊妹好喜乐咁笑啦。咁你想分享一下啊？虽然你以前有分享过，都可以分享一下嗰啲内心发生啲咩事，会令到你咁喜乐笑出嚟咧？可以讲出嚟嘅。系啊，头先跟阿牧师祈祷，同埋一齐唱诗歌咧，个心咧就开始涌流啲喜乐，开始笑到开心咯，个人好兴奋啦，咁啊，身体有啲摇动啊，即系。当投入敬，即系好似投入敬拜咁样。啊，谢谢。系啊，开心。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种喜乐？
点样形容下出嚟？好轻散啊！不过唔好意思，上面转紧个窿，上面开开紧，唔知收唔收到好嘈嘅声音。系啊，总之系又觉得好轻散啊，即系好似又冇晒烦。嗯，感谢天父，多谢天父。嗱，我自己嗰啲喜乐咧，觉得涌出嚟咁噶。啊，嚟到呀！啊啊啊啊！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啊，OK， 仲有冇人分享啊？多谢天父。牧师又想讲我见到异象。哎，感谢主。系你讲啊。我见到主耶稣咧，伸只手出嚟咧，打开只手掌咧，系一粒钻石嚟嘅。咁主咧就提我咧，因为上一次我祈祷咧，将自己即系献俾佢啊嘛，咁就即系因为系另外一个姊妹。为我祈祷嘅时候话，见到一粒钻石咁样，咁跟住咧，我就问主点解啦，咁神就话，即系我好似一粒钻石咁样，咁嗰个姊妹就话，咁你将自己献俾神啊咁样，咁就我就话神，我将自己献俾你咁样，咁啊主就收埋咗，我见到上次见到嘅异象，咁今次咧就见到主打开只手，我就见到嗰粒钻石。神就跟我讲就话，即系我就系嗰粒钻石，跟住佢就我见到佢袋咗喺袋，咁我觉得神系真系好大嘅安慰我，即系佢成日同我一齐，即系我喺佢嘅怀里面咁样。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多谢你嘅分享，感谢神嘅工作。咁呢位姊妹咧都多次见异象嘅，咁咧你想讲下嗰次你同我分享嗰时喺聚会，你见到耶稣含情脉脉攞住一枝花对住你望住你啊，系嘛？想分享嗰个你记得，反而呢个我比较模糊啲，你讲我就记得翻啦，系啊，系啊。反而我好记得咧，嗰阵时你喺祭坛嗰边咧，你喺度弹琴敬拜紧咧，我睇到主耶稣喺你侧边咧，即系我系 feel 到系好大好大嘅爱。感谢天父。咁我就问主点解佢企喺你侧边，神话即系佢加紧，即系加紧你能力咯。咁讲开花就唔知叶牧师你记唔记得齐？好几次喺聚会里面见到咧，耶稣喺度派花咯，攞住个花篮派花啦。咁全部都好投入啦。咁就每人一支，即系摆喺每个人嘅面前咯。感谢天父。吓，同埋 feel 到神好大，即系耶稣好大好大嘅爱喺当中。所以其实你的恩赐咧系好大嘅，好大，咁咧系好大恩典啊！咁咧就都求主帮助你，你更加投入祈祷，你更见到更多更多嘅异象。同埋我都希望好快有机会出翻嚟，即系吓，感谢主，都好多好多见证可以讲。系啊，感谢主。好，你喺呢度都可以讲噶，呢度都可以讲嘅事吓。OK， 可以讲，但系我唔知道可以讲边一 part 咯。唔紧要，慢慢，你一次次一次讲啲，一次讲啲咁样咯，分开讲咯，你有机会咪分享咯。好似而家你今日讲医治，我又讲少少好冇？好。嗰次喺觀塘嗰陣時，聚會咧，同你嗰個聚會咧，我為過一個人祈禱咧，佢係我唔識佢嘅，係一個姊妹帶嚟，係佢個女嚟嘅。咁佢個女就我唔知佢女有咩問題嘅。咁跟住咁嗰個姊妹話：你可唔可以為我女祈禱？我話可以咁樣。咁我一祈禱，我就喺靈裡面睇到呢個。這個、他的女兒就坐在一個
一间好黑嘅房，一个角落头，就屈住只脚，咁就好唔开心咁样嘅。但系我就一路祈祷，神就一路启示。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求主俾你，即系帮到你瞓觉啦，瞓得好好啦。跟住就祈咗一好短，我谂5至10分钟到啦。咁跟住佢哋就走咗啦。大概年几之后咧，就因为呢个姊妹我都唔熟噶，呢、这个姊妹系你带我去尖沙咀一间佢哋嘅机构嗰度，我为过呢个姊妹祈祷噶。咁跟住年几之后，佢邀请我，佢打电话俾我，就邀请我出去下午茶。咁佢就话翻俾我听，佢话你记唔记得你为我祈个女祈个祷？我话记得。原来佢个女咧系有一个强迫症，系日日洗手，跟住系完全翻唔到工，匿咗喺屋企已经即系一段时间。咁佢话你为祈完祷之后咧，佢个女咧喺几个月里面咧就好翻晒，冇晒强迫症，同埋咧越嚟越瞓得好咁样咯，就佢个失眠好翻啦，佢个强迫症好翻。咁我完全唔知道佢个女系即系有咁嘅一回事，但系当其时喺观塘嗰间教会嘅时候，我为佢祈祷就系、是、圣灵感动我祈乜嘢，我就祈乜嘢，咁跟住佢就好翻。感谢天。咁我就好开心咯。咁我会觉得就系、是真心为嗰个人祈祷咧，就唔即系我系一个器皿，我为佢祈祷就神去工作啦咁样咯。嗯。感谢主，荣耀一切荣耀归翻俾主。多谢天父，荣耀归俾主。好，多谢天父。咁我希望都呢啲见证都激励大家吓、啊。好啦，咁我哋啊到呢个为止吓、啊，祝福大家，盼望大家都成日留在神嘅同在。我哋越留喺神嘅同在，神嘅祝福越大嘅。啊，我哋呢个礼拜五咧系有呢、这个啊，即系啊等候神嘅聚会嘅。咁大家可以报名，咁咧就如果人数唔系好多咧，我哋可以去呢、这个啱啱呢个姊妹嘅屋企嘅。如果系人数多，我就去翻荔枝角，因为如果人数唔多咧，喺佢嗰度咧都可以有个安全嘅距离啊。咁啊，呢个到时先决定啦。OK， 好，祝福大家吓、啊，祝福大家好，拜拜。好，祝福大家，拜拜，拜拜，祝福大家，多谢你支持，唔该晒，拜拜，拜拜，拜拜。